也按多年来，南投县关心乡嘅气候诶，天天气候暖化，就近来近蛮正宗。以前高温危害草莓嘅养诶，受到偏权嘅危害，农民嘅成本就加当初。为了改善安尼嘅情形，有对专门研究植物病理、前后生嘅两公婆，转到故乡来投入种苗培育，希望做得提供康健嘅养诶，好本民众来种。今日都天气冇正常以往哈，师傅咧。虽然今年系四月底，不过从普天晴嘅时候嘅气温，行嘅接触嚟到三十度边呢。高温就较为残缺，时时都草莓油较为稀缺。农民天出为进步种时呢，草莓油未有农民种出正好来种，来讲大管理成本。介草莓吼种下咧，介师傅咧啊，师傅咧一朵啦，哦啊，再相对的那个，一直补吼，成本都提高。哦，啊，嗰期一天氣寒唔寒下來，其實我嗰唔開化，因所以田方管理嘅時間個加長。種草莓種到動成功嘅關鍵，就係愛要窮境嘅草莓養。蔡天祥嘅黃建宇同孔燕田農講破，上次春入過後幾天，轉到家鄉嚟種農，交到辛苦但俾本事，就先車嚟皮育草莓養，希望同天方農業嚟聽數。所以我們兩個就是希望說，發揮我們所學，然後來做草莓種苗。把它调整说可以，今天我们可以种出不带这些病害的苗，然后让福龟我们国姓福龟这边的农民有好的苗可以使用。因为因伊也都转来种苗本，安尼种草莓啊，还有希望。新业经验帮太强农嘅孔燕田主角，今日会同当头嘅草莓养来做检测，确保草莓养唔会有偏权。我想固定嘅总地提供大概200万头嘅草莓养，希望同西田嘅农民来听书。核心问题放弃南投报道。